要来拍一部戏，讲福州话的。Hello， 我是刘慧耀。我们今天在这边圣埃比都区，我们去走走拜访这边坡民，也去送他们那个口罩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好漂亮。你不好炸都别的就放在那里设定了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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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个阿老师是恁惊啊？专业啊？浙江啊？